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个都拍下了，这是谁的？
有手机有学车，看他没怎么变了，基本上就是三四十个变了。21了，看到四分钟，五分钟也可以，一个人拍了四五分钟的话，每天晚上这样拍拍不完了，还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不知道也感到比较为难那种。他说别人在直播，为什么把他直播呢？他说有手机我肯定就用，不用白不用是吧？他基本是三十秒电了。我走之前我把我的充电宝从30%和90%应该花了30多分钟左右吧，100万，这个是100万快充。
Thank you.
只有一个了，后来扎西那个，他们两个在一起跳，他们。